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吉，今天我要拍 vlog， 我先起床啦，然后呢，我就要看自己帅不帅，嗯，很帅，满意，好，就要去叫我妈咪起床了。叫我妈咪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工作，因为叫妈咪真的是太累太累了，她怎么都睡不醒了。起床，快起床，终于起床了，我可以去喝水啦，喝水是很重要的哦。然后呢，我就今天天气那么好，我就晒晒太阳吧。太阳给我好多 vitamin D 啊，妈咪说这 vitamin D 很重要呢。妈咪说，每天早上她吃饭，我就要吃一点点，所以现在就到我早餐的时间啦。啊，妈咪终于出门了，我终于可以跟我的玩具玩啦！现在就是我做运动的时间。真的好忙哦，好忙啊！妈咪每天都说叫我扫地抹地，我当然是不会做啦。啊、哦，玩具玩累了，来一个空中足球吧。接着呢，我要把每一个床都睡一遍。嗯，是时候我妈咪回来啦，去扮个可爱吧。嗯，是吃点心的时间到了，嗯，真好吃。人类真是一个不省心的动物。每次都忘记要自己休息还要喝水，所以我就要定时定点去提醒我妈咪喝水休息哦。
下来就到我晚餐时间啦。我还要确保妈咪冲凉的时候安安全全的呢。到我最喜欢的部分啦，就是梳毛毛啦。我这种有偶像抱负的狗狗，哪里可以没有洗梳毛毛呢？啊，真舒服。有时候妈咪虽然坐在床上，她也不睡觉，是时候该睡觉了，所以我就要来提醒她睡觉咯。到时候啦，今天我的 vlog 就到这里哦。如果你喜欢看我的 vlog 的话，请记得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